开出游戏再开就好。嗯，Cora 不进来了。哎呦，有新任务了！哇，又要消音器哦，哦，干，消音器很烦。体育场，然后还有体育场爆头啊，就是要 push 大家去打体育场，就是消音器、散弹枪、体育场 ，OK。干，结果没有放体育场出来啊，真笑哎、欸！那什么，那只能先消音器跟散弹枪。准备好吊牌了吗？消音器加散弹枪打排位。怎么两个扣啦？一个是，一个是，哎、欸，大可大可，哎、欸，Cora要打、啊，哦什么？他开错游戏，太多了，我们先回派对麦，你派先回派对麦了，你这游戏麦干嘛、欸？我又在游戏麦了，干怎么回事 ？What happened？ 为什么每次都在游戏麦啊？那么奇怪 ？OK OK。我切回来了，喂，各位听得到吗？听得到请回答，听不到就说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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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十八 H 是要玩是不是？那所以是都邀就对了的。对，差不多吧。都到了吗？哦，好了，都到了 ，Oh炸弹！哎、欸，不打哪一张图？主题是不是 ？OK。没事啊，我觉得对面会进摩天呢、欸。没有人在进啊，只有我们三个在进啊。是不是哇？我天才哎、欸！我就知道，那每次进摩天都已经对面也一起进。没事啊，休闲而已，怕什么？谁给我奔？哦，只是在选而已，吓我一跳。不要！我要你干嘛？你刚才是不是来不及了？你为什么不？早点讲就没事啊。欸，咖啡馆，假如要守三楼的话，我可以玩女妖欸。我可以放一些奇怪的点位。欸，你要进好也是可以啦，我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啦。我不会拷问啊。啊，那只是我拷问一个人而已啊！我最喜欢的就是从别人屁股后面，然后就啪一下，然后就倒地了。你确定真的要进阿鲁尼吗？不是有 Clash 吗？你
啊，我说你现在你要进他吗？还是要奔谁？你要奔谁？克莱雪怎样？哎、欸，太棒了！各位没有人要决定，哭啊！就神龙真打麻子，那才不是打，那是边打边抽。嗯。哎、欸，那这样子，我武器涂装跟配件挂件都用100等跟99等而已就好了。嗯。嗯，好难选择啊。爆弹を確保しろ。三楼粘倒耶哥，还敢进？没有连发摇杆。哎、欸，我又走掉了。那就不要用啊，看你啊，越差哦。干，那你讨厌跟布雷打吗？残り5秒。哦敵部隊が爆弾を発見。打休闲就在用那，我不觉得不太好，就是。啊？他感觉就是打的，哎，这边是不是快攻？哭啊，朋友！好，我先去拿东西。嗨哥，我回来了。啊、哦！我不应该出去的，我在干嘛 ？A B C D， 不是啊？我们要游戏麦跟他沟通一下好了。你确定吗？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台湾人，我看一下好了。繁体中文的，真的要进去吗？好吧，进去吧。好，进来游戏麦。喂喂喂，听得到吗？听到请回答，听得到，没听到不要回答。听得到，听得到，听得到。对对。哇，我现在就是个废物。嘣！エリアを確保し、爆弾を守れ。啊，バカノノ，没事。哇！干嘛？要许我，
爆弾の位置がバレた。しっかり備えろ。あと10秒。啊，我这边开一个洞怎样？残り5秒。我不知道。爆弹が敵部隊に発見された。那个死掉了，臭干了！三楼下来，在这里。我来 engineer 的，医生进来。Thank you。哭啊！干你！三楼顶一。敵部隊がディフューザーを設置、破壊しろ。ミッション失敗、味方がやられた。竟然是用我们的阿里巴的道具来当掩护啊。也是要玩陷阱小才行。喂喂喂，大可听到吗？喂喂喂，听得到。该回去喽。你们要回派对麦啊？竟然是回派对麦。喂。我要这样一直切好麻烦，所以说不用跳到底。マガジンを交換する。啊？什么东西？十秒前。跳到主页要干嘛？我们要干嘛 ？PS 要跳到主页面才能切。哦，不用了，那个在旁边了。敵部隊が爆弾を発見。敵に備えろ。对。加。就跟他就叫口啊嘛。他们那边有人，阿三那边不要，不玩不玩。壁の安全を確保。新しいマガジンを作る。デバイスを設置。干，我没抓到他哎。我靠一下。我不是故意的，干你跑过去的。糟了糟了。
解除，ミッション成功。妈的，听到声音了啦，就在旁边。啊！你知道人脉会断断续续的吗？我也会。没有，我是说大哥。我觉得那是因为他的声音太小声了。你的声音真的是有个小声的。爆弹を見つけろ。爆弹見つけろ。有有，这个声音差不多了，可以了。竟然开局不是在三楼。杜斯北野夫斯基，啊，那个，这是俄罗斯吧？ドローンが爆弾を発見した。ドローンが爆弾を発見した。あと5秒。おっかな。爆弾の地点に移動して解除した。リフューザーを取り除き、リフューザーを確保した。マガジンを変える。哎呦，刚好可以解任务。没有，他已经一百等了，都不用等。后来已经一百等了，我去点。Diffuser 确保。后来下一季已经是第六年了，对不对？我说下一季已经是第六年了，对不对？有吗？如果下一季已经是第六年了，对不对？厕所有洞哦。花了在哪边？新しいマガジンに変える。请稍等了好不好，我在看车呢。好了 call。 哭啊朋友。欸，那个网脉真的奇怪。我已经没有电话可以call了。これでよし。再看，味方は残り一人だ。没有啊，都在点了啦，都在点了啦。啊，他用其他颜色哦。对啊。あと15秒。10秒前。ディフューザーを取り戻した。不是啊，这没办法啊。哭啊。
拉面战队，日本人哦。我拼跟他们一样好不好？感受到像我是日本人一样。哭啊，朋友！哇，我是什么角色？谁来玩这个？不管了，不管了。麻烦呢，干！妈的，下来两只都没打死。他开哟。ドローンを使って爆弾を探せ。五六十吧。ドローンが爆弾を発見。五十分。我也因为我也没有很惨玩啊。哭啊！哎、欸，那要那个要起码六千块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三千块，对，要三千块。干，我打不出来。什么什么鬼东西？干，那是你自己要花钱去升等的，关红彩屁事哦。干他一千五给你换六千点，已经算很划算。爆弹を見つけたら移動して爆弾を解除しろ。ディフューザーを取り戻せ。你不觉得吗？一千五给你换六千点。ディフューザーを確保した。没有人，没有人逼迫你要一定要那个、啊，而且红彩升等那么快，我打十天我就快满等了，我现在已经满等了。他又没有卖你，干你！ディフューザーを落とした。我啊，炮，炮。没有。叽叽。オペレーターは残り1人。他、哦、谁？有心大。啊，我那我先关麦，让大哥听一下。对、欸，干，都打在头上面。打在楼梯下面。没事啊，管他什么东西的，反正我们打输就打输了。黄金一百金的，我应该调回黄金的，对啊。后来呢？黄金白银二，还在白银一 ，OK。你打太多场了吧？对啊，他认为你不应该输。没有，他不看你，那、啊、你就他那个都差不多，他不是看击杀的、啊，他看你场数啊，他看你场数啊。要看集战，你去玩 COD 才对啊！你是玩错游戏了。对啊，要不然你也可以去看 Apex 啊 ，Apex 也是集杀的、啊。Apex 对啊 ，Apex 也是吃集杀的、啊。哎呦，爽一波啊！你 Apex 顶烈你 ，What happened 哦？对，大家开直播。好像有三个，0627哦，我只看到有888而已。卡友，卡友，
哦，先休息是不是 ？OK OK， 感谢。买起来 ，KGB， 哎，怎样？掉干嘛？好，他先下，拜拜，拜拜。你看喜欢就买啊。好，最后一场，欸，差不多最后一场打完来回 COD 耶。哎呦，刚讲完马上就配到一场。他是好，别考哦，我的耳朵要爆了啦！干嘞，我等下耳朵爆炸！你怎么会问我们啊？啊，白金本来就可以配到啦，我白金一样配黄金厂啊。你分数加一千就是会配到配得到的人啦。哦，我的耳朵才爆开，我告诉你。这个时候不需要，哎，不对啊，你是 PS5 耳机不是吗？你说的好像我 PS5 耳机就代表我耳朵不会爆开一样。不会啊，因为我都把你们声音调很小声。我声音开很大，好不好？你按那个啊，最上面那个比重啊，把那个。我要听包位，然后又要听游戏声音，又就是我有声音开超大。没有，你游戏音应该要大于大概。七十三十啊，游戏音七十，七十六十。请问一下，七十六十是什么意思？你就调一下，它上面的控制列可以调比重啊。我知道啊，我说七十六十是什么意思？已经超过一百了耶。没有，我是说你就可以调七十或六十的游戏音比重，你就不会被刚刚他的那个突然抽蓄的声音吓到，这样子就还没有切到对面的派对，就在那边，到底是怎么样？我差点直接漏尿，没事，没有了。吓到漏尿，没有错。龙鳞版，他看来是在那边一去不复返的。会来，会回来。哦，我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我今天到底要玩什么角色，打都没有很屌，打都没什么手感，因为你都在控制。没有，这才是我今天玩的第四场而已。我都在外面，我今天都在玩游戏机台。嗯，哎呦，这样比较对。玩什么游戏机台？麦麦，一个音乐游戏。竟然是洗衣机。你知道麦哦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音乐游戏就是洗衣机。一堆人戴着手套在那边玩洗衣机。哦，对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对啊，就差不多那种感觉啊。気をつけろ。爆弾が見つかった。デバイスをセットした。你可以想象成非常大的洗衣机，就是。10秒前。残り5秒。敵部隊が爆弾を発見。交戦に備えろ。窓を塞いだぞ。将有那封锈。
あ、マルスだよ。哦，龙鳞板被炸掉了是不是？哦，大门开了。敵部隊が爆弾を発見した。パーク行きを排除。結果他再也不回来了，真的一去不复返。三小，看你也没看到，这是我没有想到的，这是我们预料的，我预料的东西。哎哎，在第多位嘞？放空一下，大哥要看 PS5 的红彩六号的标签吗？什么意思？有 PS5 红彩六号的标签，首页啦，就是它每个游戏的首页都不一样。来给你，Holy shit，什么概念？嗯，看一下我们你的单纯比较，哎、欸，有了，看到没？平面截图，红彩六号在哪边？这个太秀了，蛮帅的。反正你要等一下，因为 PS5 又上传的。OK， 来跳桥。就是你的那个到 PS5 那边的时候会有。等一下，不打。就是到红彩六号，你的首页移到红彩六号的游戏会有。敵部隊が爆弾を発見。しっかり守れ。あと10秒。スリューゲート展開。残り5秒。正面可能一样会有阿玛鲁。爆弾が敵部隊に発見された。正面三个无人机全部打掉。
上面烧掉。我看太凶了，刚好被打到吗？嗯，你刚好被打到吗？有啊，最后他没爆我头而已，最后一个哦，也有打到。嗯，继续龙鳞版，这就是把音乐，这就是把游戏声调大的好处吗？干，我妈听声音听超清楚，干人在哪边我都知道。嗯，干什么东西啊？一个都不放过。然后他就真的再也没有回来过了。所以你真的一样，今天就只要打到一小时而已哦。对啊，好吧。你就可以去控制，我就可以去继续冲我的 COD。我在想到底要不要去打控制，其实没有很想。啊，怎么竟然已经腻的？也不是说已经，哎，可能哦。玩的腻超快，可是还是蛮好玩的啦。应该是不错啦，分数很高啊。我分数30而已。想不到吧，我帧数只有30，他没有120，他就只有30跟60给你选啊，我选30，因为我想图片比较好看一点，所以跑步姿势非奇怪哦。突入まで5秒。敵部隊が爆弾を発見。敵に備えろ。Ben J Cole 吗？搞完了又在那边玩了，然后就是哭啊！干，我就知道没有 Ben J Cole 有麻烦的哦，在追了，看你 J Cole 不能打野。楼上哎，那个有另外一边点要进哦，就是你右边另外一个小心点，但是你这边也有人。哇，另外一边进了 H， 右边。哎干！哦，楼梯那边有人架着，可恶！干，我不太喜欢这样子。怎样？虽然这是休闲就算了，可是你去那边也不回来，才去送头，不太喜欢。我是不知道大可怎么看呢、啊，我自己是不太喜欢。哦啦，就是那么的墙边草的概念。我吐了。哎、欸，大哥，我给你看这个，你看100等的涂装，什么太嚣张了，没有错啦，那你先秀了，没错。但是礼拜六你要打整天的时候，我应该会在吧？不知道，礼拜六打一波整天的，哦，明天就十一号了。下礼拜过完就要怎么开学了？哎呦，22号啊！对啊，没关系啊，反正我一样可以得到你打红彩就好。因为我放学时间是4:40，可以得到，我还是可以打的啦。哎呦！
起来没有补习之类的东西。10秒。对啊，我学习历程没有做这个事。爆弹の地点に移動して解除しろ。什么？哎，可恶啊！20分。等一下偷是不是？嗯，是的。而且他也偷成功了。哭啊！干垮了，你进去装包了。有。干！哎、欸，把他踢出去啊！看，我在想跟他打。啊，可了，这不行啊。嗯。哎、欸，这样子我他妈的，我当休闲打掉分没有关系，可是我不喜欢这样子啊！你这样子也扰乱到路人的游戏权利耶。啊，这样子太闹了啦！啊，只好把可乐可以踢掉。太北欺了啦。哇！你他妈的就这样进去装包，然后给敌人猜，他最好是不会听声音。我不信，我不信他不会听声音，我都听到猜包的声音，他还故意不理，直接送走他了。这什么鬼东西啊？太闹了！跟你这样子玩的吗？太闹了！我来把他踢出派对吧。他现在已经不在派对了。没有，我是说阿六派对啊。你是说人的，你说人是不是？对啊，对啊，他以后就不能加进来了。啊，你说什么？你断麦了？他以后就不会加进来了。哦。嗯，太闹了。我可以举报这个派对啊。竟然是举报派对。那我举报科阿拉好了。你要举报吗？我已经举报了。没有，我是说，哦，你是说红彩六号是不是？不对啊。太夸张了。我觉得输了是没差，因为排位跟你打我没有很在意，可是破坏游戏体验我觉得不好啊，连路人一起破坏，傻小。太刻意了啦，哎，我其实有想到他会这样子做，但没想到他真的给我这样子做。好吧，只好送可啦，拜拜啦！以后都你妈的又想出来偷偷你妈啦！我你怎么白装的鬼？没有，哎、欸，有吗？有变多吗？没，没有啊，一样啊。我现在没有在挂台，疯了，那是那个大哥。因为我现在跟你打，我等一下再去挂台。没关系。我跑错地方了，我跑错点。第一把一打干，哭啊！我告诉你，以后有扣啊了，我就不打。哭欸，夸张欸，你知道他在做什么事情吗？做什么事情？他妈的，我想问他到底他在一楼干嘛？想说他可能这次没有破坏。他妈的，他直接引敌人来我这边，然后直接爆我位欸。靠，太让洞给敌人打傻小。
现在怎样？红彩料要跟你这样玩是不是？太闹了。没有往他头上顶一枪就已经上了。分不了。時間切れだ。干！太夸张了。这什么鬼东西啊？想被啊？想被出征是不是啊？你知道出征是什么意思吗？应该他很难被出征啊。没有啊，基本上可以去 PS4 投诉一下就好了。你可以去 PS4 那个 Facebook 社群 R6 社群，基本上里面很多人，你可以去，你可以跟他们讲这个人会对你，假如排到这些人会发生什么事，会可以讲一下，可以靠背一下。但是我是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帮你啦。不会啊，那种，我朋友已经被出征过一次了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被出征，因为那时候我不在。你看，又是阿妈路，他又带包，哭啊！他就抢包、啊，告诉你完蛋了。我忘记他要抢包，哦。好啦，冲进去转包。你觉得我要做出这个伤天害理的行动吗？你要 TK 他、啊。对啊。我觉得就算了，反正我们就打完这场就各分东西。要不是我想跟你打，但是我不行。可是等我有冷战的时候，你应该也没有再玩冷战了。冷战应该会继续玩啊。10秒。有某种角度来说 ，COD 还是比较快乐一点的。爆弹を発見した。移動して爆弾を解除。啊！谢，要打到肚子。哦，抓小，看来这 H 是发现了，但是我不想救他，大可，我觉得你也不要救好了，我也不要救了，谁他妈管你啊？干，破坏游戏这种事情他妈好玩吗？你他妈跟我说休闲退出就算了，我还可以理解，直接爆位是怎样？直接爆位基本上等于不用打、欸。那、啊、你干嘛？抽得到吗？啊，抽不到。他应该想要抽大哥。干干干干干干干！怎么外面有敌人？是什么情形？这个角度好难打、哦、，fuck！ 算了，跟你们一起走好了。这个点我还不太会打。来报位，给你报，或者看你怎么报。我连防守方的摄影机权限都给你啊，来啦！对吼、哦，忘记打摄影机。大可以小心一点。我在那边被看到了。好，没事啊。
What the fuck?有一个人近点的，有一个近点的 ，H 近点的 ，cover 一下 H。哎，干哦，走廊那边只点那一只走那个那个什么？蹲你妈了，干！算了算了，我们来去玩别的吧。我说我也不能玩了。嗯哎，他又直接推，不知道推什么，凭什么、啊？哎，没想到他的人品那么差。他好像是我好友哎、欸，突然想起来。ban 掉啊！我刚刚已经 ban 掉了。好了，我就这一场认清。一个人嘛，对不对？等我一下，我看一下他是不是网友 A B C D， 搞笑，竟然是 A B C D 在找的。对，因为我本来就是 A B C。你应该用线上，你用线上线下找比较快。他不是网友。嗯。哦 ，C O， 他不是网友。C O D 继续推一波。那你也要继续在这里面，你也要在这里面吧。啊，好啊，就没关系，我可以啊，我可以啊。OK。哦，来不行，我要把它找出来看，我就不信他可能开下线。来啊，我好友只有620个，我来跟你拼了。靠呀！你只用搜寻的比较快啦。干嘛烦呢？哎，连搜寻都不要。靠呀！这是 KO 啦，不是 KC 呀。没有，他是好像是 A C O L A 吧？没有，考拉。我觉得他前面有个 A。啊，算了，反正我已经把他 ban 掉了。我已经看过，他不是我好友。然后他假如叫你派对里面任何一个人拉他进来，我连拉的人一起 ban。哦，赞 ，nice。哎，群主喊一下哦。这真的是我看过最贱的人了。我来想一下，哎，没事，不知道 A 什么的，哎，然后就没了。打很快哦，科拉，哎，打很快哦，大哥。嗯，怎样？我说你打很快哦。你都60啦。对啊。哦，你说那个警告讯息哦。对啊，先喊啊，不然又被人家说你也没说不能拉他。先喊，有喊的，然后又拉，就有一个依据啦。啊！没事，我可以当证人啊。我要来去 CO。第一继续冲机票，冲完再回来红彩冲战斗票，加油！剩12天，我要直接买把 COD 买下来，直接买个赞，然后直接过来跟你打，我说哦，打过你，完了！哎，你之前不是有玩过现代战争？对啊，我是现代战争啊，你的那个是不是冷战吗？对啊，冷战可是有多了排名战呐、啊，哈哈。有排名战就爽，再战。哎、欸，奇怪。哎、欸，我先看一下红彩六号群组里面有没有遗漏的。嗯，有什么？有没有遗漏的人？哦，你还有别的红彩？你好。派对设定，派对图像，很远。哎、欸，那个谁啊，大可少踢一个了。少踢一个什么？少踢一个。为什么？考拉有看到这次的讯息。
啊？那个18H 你没有踢掉。18H 是谁啊？夸了小藏啊。那还有小藏哦。他刚才不是有讲？哦，那也就一起踢了。踢踢踢踢踢，他踢起来。他也没有反驳。嗨，那个。Hello， 嘿嘿。喂，大哥要去打那个 COD 了啊，但是我还有要打，看你要不要跟我还是怎样。好啊。好啊，那我开一下。好，我开好了，我邀你吗？还是怎样？你邀我。那可瓦拉怎么了？为什么就一起？嘿嘿，让我们最生气的 TGB 来为你解释一下啊。哦，好啊，你知道我们大可打排位，我们基本上都当休闲打，对不对？我们也没有很在意排位之类的。可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那么生气呢？因为他很在乎排位，然后他还来打。不是，他刚才我们刚才是输掉了，他并没有很在乎排位。重点是刚才我们那一场遇到了他朋友，他超兴奋，直接大叫一声，我不知道在大叫什么，都还没进去他们排队，不知道在叫。然后他说他先过去找他，过去找他们之后呢，从来没有回来。然后过了差不多从防守变进攻之后，他的血没有，从防守变进攻的前一回合就变成习惯。我就在监视器里面看到他直接拿着耶格的那个，就是他就在那边蹲，然后直接让敌人杀死他，就是直接让他好友杀死他。这就算了，进攻方还给我爆位，还帮敌人，他还帮敌人把墙敲掉，告诉我在哪个位置，我还差点被他妈杀死啊！真是我不用被杀死啊！我们之后也没有，这个就等于是一个五打五游戏变成一个六打四的游戏，你知道吗？打屁呀、啊！不是说不行，太难打了，我们没有那个实力，对，我没有那个实力啊，抱歉啊，我没有办法一带那么多啦，我没有办法一打六啊。难怪他说再拉就会被。大可是说就是连拉的人一起飞，就是你假如拉的那个人，你也会一起被飞。好哦。所以说记得不要拉口啊啦，这个人实在是太鸡掰了。我也不会拉这么，我连怎么拉都不知道。还有到底是为什么他可以把口啊拉听成口啦？我问说口啊在哪边、哦，然后他跟我说，他口啊拉一直还没有回，口啊叫他闭嘴，他也不闭嘴，跟我说干，残局，他也不停止一下他的嘴巴，我就觉得他妈的不打红彩料，就是红彩料起码残局闭一下嘴，虽然说我们是当休闲打，只是我们休闲打残局也会至少不要那么吵吧。你大可，你应该自己也希望残局的时候可以不要那么安静，可以听一些声音吧。都好啊，科阿拉，奇怪，我怎么没办法踢他的小帐？用 PS 4踢好了。对啊，18H 我不知道怎么踢耶，对啊。我用 PS 4踢好了。古玩看不懂。只有队友，这应该不是，应该因为他做的太明显了啦。我。干，为什么我可以踢口啊啦，可是我却没办法踢18那只账号，奇怪。
而且还是最新一季的画面。对啊，哦，你在看那个是不是？对啊。哎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踢耶，奇怪，刚刚是 Koala 自己离开的吧？有可能，他应该知道我们发生什么事情。可是我没办法把，为什么没办法把成员踢掉？没事，没事，不用接啊，不用接啊，反正大狗告诉你，只要，反正派对，哎，等一下，我好像知道为什么，我来看我会不会把它踢掉。主办者成绩了吗？我不知道主办者是谁。对啊，我是开那个啊。哦。嗯，为什么？好，冷战比较实在。好，冷战一波啊！